这些不同于人们寻常所见的佛像叫坚陀罗艺术。位于阿富汗巴米扬河谷的著名的巴米扬大佛，曾是坚陀罗艺术传播路上的杰出代表。坚陀罗佛像是指古印度坚陀罗地区出土的希腊化佛像，经中亚传入中国，并东渐朝鲜、日本，为远东佛教艺术提供了最初的佛像模型。2017年，一位年轻学者兴致勃勃抵达阿富汗。这位年轻人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东亚佛教学术圈知名学者龚志钊先生的弟子邵学成博士。能够亲临巴米扬考察，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大家好，这是我的博士论文，然后我的博士论文是大佛重现，东西方学者对巴米扬佛教美术的研究。在我读博士期间，我没有来到巴米扬，然后一直是我的一个遗憾。然后在我毕业之后，我一直有个心愿，一定要来到巴米扬。自2016年起，邵学成就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西行，当魂牵梦萦的巴米扬就在眼前，大佛却早已是了无痕迹。面对文明遭受的损毁，邵学成很是心痛。凭着对巴米扬大佛的深刻记忆和深厚感情，他在现场用木刻再现了东西大佛，作为对丝绸之路上这一重要佛教遗址的凭吊。他希望未来能为巴米扬做点什么，而不仅仅是留下一声叹息的过客。因为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总跟在别人后面，无论是你去找别人的考古报告，或者你请教那些老专家，你得到的永远是二手资料。所以这种壁垒，这种就是研究的这种障碍，你必须要突破它。但是我始终没有想到这个突破要落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同时我也知道，我必须要从巴米扬走向坚陀罗，从它的边缘地区走向它的核心地区。眼前空空如也的洞窟和空旷寥落的山谷，讲述着这里千年的沧桑变迁。众所周知，佛教诞生于印度，那么神秘的坚陀罗佛像艺术又是起源于何地？邵学成口中的坚陀罗核心地区又在哪里？古代印度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这个地区有大大小小国家上百个，印度北部有16个大国，坚陀罗是其中之一。狭义的坚陀罗是指以坚陀罗为中心方圆100公里左右的区域，广义上的坚陀罗则涵盖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区域，东至今天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北达斯瓦特，西至阿富汗的贝格拉姆。它与印度河西岸喀布尔河谷及白沙瓦平原构成广义的坚陀罗地区，扼守着西北印度的门户。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穿过阿巴边境，必然会经过一座古老的城市白沙瓦，它是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首府。向前追溯1300多年，中国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到达此地，在其《大唐西域记》中称之为花果繁茂之地。尽管当时这一带已经衰落破败，但他所属的古印度国度仍然令人刻骨铭心，那就是坚陀罗国所在地。坚陀罗位于现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白沙瓦，与巴米扬相距数百公里。今天的白沙瓦地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地带。
2017年5月，一个网名叫做“丝路大探险家”的民间佛教艺术爱好者，为了制作关于丝路艺术主题的个人网络视频，怀着敬仰而忐忑的心情，来到当年犍陀罗国所在地这既令人激动又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地界，寻访并拍摄犍陀罗佛像。他叫和平。之前和平制作的一期有关佛教造像的视频节目获得了20000多的点击量。他由此发现，中国民间其实有一大批丝路艺术的发烧友。白沙瓦这个风暴中心的危险城市，看起来一切都似乎波澜不惊，甚至还有一处从保护到布展都近乎完美的博物馆。云集于此的海量犍陀罗佛像让和平无比震撼。这些年为了寻访观瞻佛像，和平走遍了中国和印度很多佛教遗址。数量如此庞大、如此集中的犍陀罗雕刻和造像，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仅仅在博物馆拍摄佛像，还远远不能满足和平自己和网络观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因为他很少在博物馆之外的佛教遗迹原址上发现完整而精美的犍陀罗佛像，这激发了他要深入到当地寺院遗址继续寻访的念头。塔克西拉距离白沙瓦不远，也属于古印度的犍陀罗地区。这里佛教遗迹众多，是举世闻名的犍陀罗艺术的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塔克西拉近郊的帕马拉佛教遗址。这里的寺院遗址发掘出大量比较完好的犍陀罗佛像，有的甚至是刚刚被发掘出来，还没来得及加以保护的。新的发掘让和平惊喜连连。哦，我的天，这里有个完整的完整的。啊，哦 ，thank you thank you。哦，他这里两边的战佛都在。太美太美。啊，太意外的惊喜了。太激动了，这个，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最后全部弄完以后，这件作品会不会是搬到博物馆里去？哦，但是应该和他们说一声，这里面的两尊佛的头颈部已经开裂了，然后如果说他们不做进一步的保护措施的话，会这两个头一定会掉下来，会损坏的。说如果说你们下次来塔克西拉，记得一定要来帕马拉。我觉得这里是整个塔克西拉遗迹里面风光最好的一个地方。犍陀罗所在的巴基斯坦境内如今已是伊斯兰国家，但当年的佛教遗址仍得到相应保护。和平在今天塔克西拉地区一个名为焦里安的佛教遗址上，除了看到大量佛塔佛像残存，还意外发现一个角落里的小型石磨。当地人告诉他，这是玄奘当年在这里滞留期间给僧侣们磨豆腐用的。按照历史记载，玄奘西行曾经也到过此地。公元628年，已历经千辛万苦的玄奘继续践行着他的求法誓言，翻越险象环生的兴都库什山，渡过水流平缓的印度河，进入古印度地界，从此踏上了心向往之的圣土。在印度西北部，
玄奘先是途经一个崇重佛法、敬信大乘的佛国乌藏那，继而到达坚陀罗国。然而，这里的景象却令玄奘唏嘘。据玄奘所了解，坚陀罗国的疆域东西约千余里，南北有800余里，东临印度河。这样一个古印度的著名国度，等玄奘抵达时所看到的景象却已是一派凄凉。都城荒废，王族绝嗣，市井空荒，人烟稀少。先行者的著作描述坚陀罗国国民崇敬佛教，好读经典。玄奘赴印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学习瑜伽师地论，而其作者无著就诞生于坚陀罗。作为佛教文化重地，坚陀罗以其神圣庄严的寺院境地、宏富深邃的义理体系，成为众多西行求法者的必经之地。玄奘甚至期待途经此佛教圣地时，能像在高昌国那样驻留些时日说法讲经。而仅仅不过100余年，这个曾鼎盛一时的坚陀罗国竟至没落荒废，且已臣属于他国。玄奘后来在《大唐西域记》记载道：伽蓝虽多，荒芜已甚，僧徒寡少，并学大乘。此情此景令玄奘心头蒙上一层无常的阴影。站在遗址上，沧海桑田的变化带给人无限感慨，也由此可以想见玄奘的心情。他想象中群僧涌动集结诵经的场面与眼前的废墟遗址形成强烈反差，这个花香遍地之国经受了怎样的劫难？在塔克西拉近郊的斯尔卡普城市遗址，除了看见古印度大量的佛塔台基和佛像，和平还看到了同时期这些罗马风格浓郁的建筑和雕刻。他很注重现场的第一手发现。这里呢是斯尔卡普，它是塔克西拉最著名的一个古代城市的遗址，它不是佛教遗址，所以说里面呢会有一些就是早期的有可能私人家庙的一些构建，或者一些小的石窟吧，还有一些耆那教的一些佛塔啊，或者小型的寺庙，或者礼拜堂啊，私人用的礼拜堂这样的，主要呢都是一些城市商业用途的结构。这座公元前20世纪修建的神庙正对着希腊古城斯尔卡普，地上的石柱柱础是非常典型的希腊神庙建筑样式。这种带有希腊罗马元素的建筑和雕塑，在巴基斯坦的诸多遗址中大量遗存，有力地证明了古坚陀罗国曾深受希腊文明的洗礼。坚陀罗不仅是一个地名，在这里诞生的佛像也被称为坚陀罗佛像。和平的网络视频让更多的中国观众开始关注了解坚陀罗佛像艺术，这是一种兼具印度和希腊等风格的佛教美术样式，故而又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如果说用简单的公式来概括，就坚陀罗佛像等于希腊罗马的写实人体加印度佛陀的象征标志。再一个呢，它模仿希腊罗马神像，就特别像这个罗马的元老穿的那种长袍，他穿的那个衣着很厚重。那么所以呢，这个有人把这坚陀罗佛像
也称作是穿托格的佛像，这个罗马的长袍叫托格，所以也叫穿托格的佛像，阿波罗式的佛像，或者是简称希腊化风格的佛像。オランダでは、ギリシャとかイランの文化も取り入れてきます。ガンダラ美術は非常に、ギリシャ的な顔立ちをしていますし、それから浮き彫りの中にもですね、ヘラクレスとかあるいは裸の子供のプットと言われるものとかアフロディテとかそういうギリシャの神様もいろんな形で入ってきます。それからゾロアスター教のイランのですね、宗教もガンダラの中にも入っています。这是馆藏于希腊奥林匹亚博物馆的一尊赫尔马斯拯救狄奥尼索斯雕像。这是馆藏于印度国立博物馆的释迦佛陀立像。对比之下，不难看出其神态和五官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他们均为深目高鼻，而且鼻梁笔直，和额头成一条直线，平齐相连。即所谓的希腊鼻子，嘴唇较薄，脸型椭圆，眉毛细长弯，头上都覆盖着希腊罗马式波浪纹卷发，肌肉强健，面部表情静穆高贵。犍陀罗佛像举起右手，并且手掌朝外，这种手印在佛教中叫做施无畏印，寓意为消除畏惧，令人安心。而在罗马奥古斯都的雕塑中也会发现这种手势，对世人表示祝福和赞美。因为这个佛陀是这个悉达多太子出身嘛，所以天生要戴王冠，所以他头上有一个肉瘤啊，就是肉髻。那么再有呢，就是眉间白毫啊，这个额头中间有一个白毛，这智慧的光源。还有耳垂呢，因为他是王子嘛，戴那个耳环很重，耳就是下垂的，等等吧，这都是佛陀的象征标志。那就是说是在学术史上就把它称之为超人间的人间像。犍陀罗的这样一些这个佛陀的造型啊，它深受希腊罗马的这样一种雕刻技术的影响，严格的遵守啊人的这样一种比例关系。佛陀立像一般遵循七头高的比例，坐像则一般是五头高，盘腿坐像三头半高，而且人的躯体和肌肉之间形成严格的凹凸分离的变化，是非常写实的形象化的造型。凡见过犍陀罗佛像的人们，最大的惊异和疑问莫过于，远在地中海的希腊风怎会流布到相隔遥遥的印度次大陆？其实，古印度的犍陀罗国早在接受佛法之前，已先接受了另一种文明的洗礼和浸染。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的马蹄就已经踏入了犍陀罗这片土地。年仅22岁的古希腊马其顿国天才统帅亚历山大大帝，完成了后来只有成吉思汗能够与之媲美的伟业。东征击破波斯后，他指挥大军侵入印度西北部犍陀罗这个香气四溢的地区。虽然这个亚历山大东征是一种流星式的入侵，来得快走得也快，因为当时这个希腊士兵厌战思归嘛，这个同时又遭遇到当地这个印度的土著的反抗，他们就很快撤兵了，这个亚历山大就回到这个巴比伦，就客死在巴比伦。犍陀罗是由新都库什山脉通向印度平原的必经之地。东征带来大量希腊人迁徙至此地居住，实行殖民统治。凡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重要地方，开辟了不少希腊式的城市。
希腊人最东端的征服地王国被称为巴克特里亚，即中国古代史书所谓的大夏，由希腊移民统治。此时正值希腊艺术的全盛时期，尤其以雕刻和建筑著名，其人体雕刻具有强健的体魄、昂扬的精神和优美的造型。在巴基斯坦的塔克希拉博物馆，陈列着大量希腊化风格的早期犍陀罗生活制品，包含陶器、钱币、化妆盘、印章等，这昭示着犍陀罗地区与希腊文化的早期试探性融合。亚历山大东征，他带了很多部将，他的部将呢，就是，有一个部将叫塞琉戈斯。啊，叫塞琉古，他就建立了一个在叙利亚建立了一个塞琉古王国，而且在，西亚，和中亚，就建立了许多希腊移民城市，包括埃伊哈努姆，贝格拉姆这些个，希腊移民的城市，这样呢就把这个希腊，化的艺术呢就带到了。东方，带到了印度。其实希腊这种希腊化时代的一些文明元素啊，很早就已经到了现在的这种犍陀罗地区，甚至早于亚历山大远征。那么亚历山大这个他的东征啊，当然更多的带来了很多希腊的一些文明的元素。佛陀释迦牟尼生前活跃于印度恒河流域，并未踏足过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佛教渗透扎根于犍陀罗，这得益于印度历史上一位知名度极高的君王阿育王。首先，他认为武力的统一呢，可能并不是一个终极目的，同时呢，还要在文化上浸润人心，包括在一些精神上达到他一个所谓的真正的统一。这个时候呢，他把目光投向了佛法，他将自身的一个统治和这个法结合在一起，我们也有些时候称作为一个所谓的法王系统。而且他在这个印度境内啊，包括犍陀罗都树立了好多石柱来宣扬佛教，也就是所谓的法最上，就是佛法呀至高无上。所以呢，他要凭借这个佛教，对世界进行精神的征服，在某种程度也是巩固他的王权。孔雀王朝的国祚不长，公元前232年，阿育王枕着护法明王的尊号离开了他的子民，印度重新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但佛教已得以传入犍陀罗地区扎根并开花。孔雀王朝对佛法的推崇，为几百年后佛像在此地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始造于公元前20世纪的古印度佛教艺术遗址阿旃陀石窟，被称为印度古代绘画的宝库。这里印度古代绘画保存的最多，水准也最高。7世纪时，玄奘在印度曾经来这里拜访朝圣。第九窟完好地保留着早期佛塔等佛陀象征物。小乘佛教谨遵佛陀涅槃前的遗言，不立偶像，认为佛陀也是人，这个并不是神，并没有把佛陀神化，而且呢，这个他认为这个佛陀涅槃了，就摆脱了生死轮回，就不应该再以人的形象来出现。那么，所以在印度早期的佛教艺术当中，始终没有出现过佛像。就没有人形的佛像。最早我们印度的传统文明里面没有给伟人或者是英雄塑像的传统，
我们中国其实也没有，就是给这个圣人啊或者是英雄啊塑造雕像，像这个巴尔扈特啊、桑奇啊，这个佛塔，佛传故事、浮雕，都是用象征物来暗示佛陀存在的，用个伞盖、法轮，这个 stoop 就是佛塔，佛的足迹，空的这个台座，来象征佛陀说法，其实都没有出现佛像。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导致佛教徒不再遵行佛陀遗言，开始出现偶像崇拜的呢？一个特殊的时代即将来临，一位关键的君主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公元一世纪，生活在中国河西走廊一带的游牧民族被击败后西迁逃往中亚。西击大夏，征服了包含巴克特里亚在内的希腊殖民地区，分设五个西侯管理。公元一世纪初叶，其中一个叫贵霜的西侯造反，在喀布尔河流域建立起西到波斯、北到中亚、南扩北印度的贵霜帝国。そういうクシャン朝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強力な安定した時代を迎えまして、ちょうどその時には地中海世界はローマが鼎盛期を迎えて非常に栄えます。それから中国では五漢の時代で、やはり非常に強力な王権ができます。五漢の時代、クシャン朝、そしてローマ、それからペルシャではパルチア朝という王朝が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からインドの南の方ではサータバーハナ朝という王朝が栄えまして、大体2世紀を中心にユーラシア大陸全体が非常にこの安定した政権で、文化交流、経済的な交易も盛んであって、経済的にも栄えたし、文化的にも盛んな交流が行われました。这是出土于白沙瓦近郊的加涅色茄大塔遗址的系列钱币，其中一枚钱币正面印有贵霜帝国国王加尼色茄的肖像，他手指祭坛的圣火，表明他的拜火教信仰。背面印有佛陀立像，佛像旁镌刻着希腊字母铭文 BUND， 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集于一体，使得这枚小小的金币格外引人注目。加涅色茄这位继阿育王和弥兰陀王之后的又一代雄主，走上了犍陀罗的历史舞台。贵霜帝国的加涅色茄三世在祖父的基业之上继续开疆拓土，并把贵霜统治中心从中亚移至犍陀罗。那么贵霜王朝时代是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正好和这个罗马帝国同时期。这个贵霜帝国和这个罗马的帝国的这个文化贸易往来也非常频繁，啊，就是庞贝，那个罗马的古城庞贝，这个公元七十九年威斯菲火山爆发的时候，啊，就是埋了很多这个文物，其中就有印度的象牙雕刻等等啊，这个就是说。希腊罗马的艺术啊，从这个公元前就开始渗透到这个犍陀罗地区。そういうクシャン朝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強力な安定した時代を迎えまして、ちょうどその時には地中海世界はローマが鼎盛期を迎えて非常に栄えます。それから中国では五漢の時代で、やはり非常に強力な王権ができます。五漢の時代、クシャン朝、そしてローマ、それからペルシャではパルチア朝という王朝が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からインドの南の方ではサータバーハナ朝という王朝が栄えまして、大体2世紀を中心にユーラシア大陸全体が非常にこの安定した政権で、
文化交流、経済的な交易も盛んであって、経済的にも栄えたし、文化的にも盛んな交流が行われました。公元二世紀中叶，迦腻色杰王带兵入侵中印度的摩羯陀国，摩羯陀国国王称败求和。迦腻色杰王提出以三亿金作为撤兵条件，并扬言如果没有钱，可以改用佛钵和城内一位名为马明的僧人相抵。摩羯陀国倾尽国力也凑不够三亿金，只好忍痛割爱，将这位僧人奉献给迦腻色杰王。用上亿金换一个出家僧人，此举招来群臣不满，议论纷纷。僧人到处都是，怎么能值三亿黄金？更何况迦腻色杰王本人信奉波斯拜火教，并不相信佛法的因果教义，他为何如此器重这位佛门僧人呢？迦腻色杰时代距佛陀涅槃已有500多年，因年代久远，加上佛陀生前从未踏足西北印度，这时的人们开始怀疑佛陀是否真有其人，并进而质疑佛教教义。可由于佛门中缺少杰出人才做精神领袖，佛法逐渐衰落。此时印度佛教正处于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转变的关键时期。由于地域广袤，今天印度南部北部的语言和文字还存在着很多差异，彼此沟通有一定障碍。信息时代尚且如此，2000年前的古印度分裂割据，佛教徒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他们又凭借什么来完成相互的交流，读懂浩繁深奥的佛经呢？来公认的创始人马明菩萨原本信奉婆罗门教，后来折服于佛教，他一路弘法，从中印度走到北印度，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民间现状。富有文学才华和哲学思辨的他，别开生面地用通俗有趣的文学诗歌和戏剧形式来化解深奥的佛经。他将佛陀的一生用梵语写成叙事诗《佛所行赞》。在这本书中，他以优美的诗歌语言完整描述和连缀了佛陀从出生到得道，从传法到涅槃的全过程。他笔下的佛陀曾有着与常人相似的家庭和天伦，可亲可信，一个人格化的神的形象逐渐明朗。而此时距亚历山大东征，希腊化进程在犍陀罗地区已历时600年，取代希腊兴起的罗马继承了希腊艺术成就，其高超的人体雕刻艺术早已为犍陀罗地区艺术家和工匠所熟练掌握。而希腊罗马艺术有一个特点，叫拟人说。拟人说就是说人神同行，既要表现佛陀生前的伟大，同时还要表现出他异于常人的性质。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个拟人化的形象，然后还不是人的形象，然后做一个神格化的形象，他们就建造了出来。在迦腻色杰王和马明菩萨的推崇下，大批佛塔寺院纷纷在犍陀罗地区建造起来。马明菩萨所描述的佛传故事完整地镌刻其上。当佛教在恒河流域已不再兴旺的时代，西北印度却成为佛教的中心，并在印度传统美术基础上诞生了混合罗马风的早期佛像。2015年岁末，时任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的杭侃教授重走佛教传播三条线路，借此考察犍陀罗诞生的源头、传播的过程、流变的规律。
今天佛教在它的诞生之地印度已经不再是主要信仰，但大量的佛像雕刻在寺庙、石窟遗址以及博物馆得以保存下来。在位于新德里的印度国家博物馆，杭坎见到了为数不少的犍陀罗艺术风格造像。他兴奋地为同行者介绍起其特征。一个是希腊罗马式的这个衣纹，你看这个很厚重，就是他如果换了一个，就换了这么一个头的话，他就可以是一个像希腊罗马的那种。那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衣纹呢，特别厚重。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个地方，它这个就是造作佛像，它首先它得是佛，那么它那个这个佛呢，它就有那个智慧包，就是有肉肌。我们平常有一个词叫就是宝相庄严，这个相呢不是说它的形象，而是说它那个佛呢有32相，80种好。眼前的景观是位于印度新德里的胡马雍陵，这是晚于贵霜王朝1400年的莫卧儿王朝时期建筑物。在佛教诞生地，如今遗存的建筑多是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混合风格，这背后前印的兴衰更迭也是杭坎教授此行考察的主题之一。今天在印度著名的埃洛拉石窟群等文化遗址，我们能够清晰观瞻到印度传统绘画和雕塑风格。埃洛拉石窟中的印度教神像造型婀娜多姿，丰满华丽。这是公元前20世纪巴卢特浮雕的人物和药叉女等守护神雕像，造型质朴粗拙，姿态僵直生硬，有一定城市化，是典型的印度古风平雕风格。桑奇大塔的人物雕刻则大有进步，桑奇东门公元1世纪初叶的托架药叉女像，初创了表现印度标准女性人体美的三趋势，为后世所沿袭。对比不难看出，其人体造型在写实性与艺术性上远不及罗马人像。你从这个埃罗拉第16号窟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它呢里面呢有很多现实生活的一种反应，它比如说比较多头多臂、婀娜多姿。恰恰这个佛教呢讲究呢是它讲究中道，所以呢佛教的这个雕像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没有这个印度教的丰富，但是呢它比印度教呢平和。贵霜时代最早的佛像是以佛传故事的形式出现在群体人物中，佛像本身最初并不具备独立的神圣地位，它在图像中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突出。但随着佛教雕刻艺术的发展，作为故事中心人物的佛陀变得越来越高大，不但占据构图的中心，而且最终发展成为单体佛像进行崇拜。在经历了600年的漫长等待和孕育之后，一种伟大的雕塑艺术凝聚着众生美好愿望和东西方智慧的混血男神应运而生。伴随着佛陀形象的雕刻，还诞生了大量的菩萨雕像。从遗留至今的佛教遗址和文物来看，菩萨像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佛像。这些菩萨像衣着华贵，不论是面相还是头饰服饰，迥异于轻装简行出家修行的佛陀形象，呈现出世俗化、贵族化的装饰特征。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讲，这样的菩萨像极具颠覆性和异域感。很可能啊，是更多的参照了当时那个中亚或者贵霜的王族雕塑的。因为菩萨它犍陀罗菩萨主要有这几种啊，一个叫王子菩萨，
就是刻画的是，没有成佛时候的释迦牟尼，悉达多太子，啊，是一个王子菩萨。那么，既然是王子嘛，他衣着就比较华贵，有璎珞呀，有各种手镯啊、臂穿啊等等，装饰的比较豪华，啊，那个，整个的像贵霜的王子，啊，风度翩翩的，啊，第二造型呢又是，这个，印欧混血儿的这种造型。公元一到三世纪中叶的贵霜王朝时代是犍陀罗艺术的繁荣时期，而犍陀罗艺术的最大贡献就是以佛教为内容载体，以希腊化雕塑艺术为形式，创造出了流传后世、影响深远的犍陀罗佛像。无论是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夏王朝的弥兰陀王，还是贵霜王朝的迦腻色伽王，也许他们推崇佛教的本意在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却无形中成为佛教传播和光大的重要媒介。此时的犍陀罗造像艺术已被整合成有机而和谐的整体，并在未来数个世纪内传播到佛教流布的广袤之地。正如历史的兴衰有其发展规律，宗教也是如此，盛极一时的佛教在印度本土却并没能持续发展并繁荣下去。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认为佛教在印度诞生，佛教是印度人的主要宗教。事实上，在过去的4500年里，印度一共产生过1600多种宗教。如今在印度本土，83%的人口信仰的都是印度教。印度教是世界上拥有信徒人数排名第三的宗教，而印度境内信仰佛教的人口仅占0.3%。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他自己的发展遇到问题了。他最后呢，他发展到什么呢？他就是说，他并不是说理论上再往前推，或者在其他方面更这个，他是走到了一个就是秘密教。所谓的密教就是就是三密相结合，身口意三密相结合。他更注重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这个注重于宗教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呢，带有一定的这个神秘性。这样一来呢，就是他的路呢，就本身他可能是越走越窄了。犍陀罗特殊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不平静的命运。大约公元5世纪时，生活在欧亚大陆的燕达人入侵犍陀罗，毁灭了这里的佛教寺院。在之后的数百年内，犍陀罗的佛教寺院成为残垣废墟，犍陀罗艺术伴随着佛教的衰落而逐渐衰微。贵霜帝国分裂，数以千计的百姓纷纷逃亡至中亚，特别是今天的阿富汗东部。自公元20世纪起，巴米扬一直是佛教的一个宗教地点。公元1至5世纪，在巴米扬河谷边的山崖上，巴米扬大佛被雕凿出来。菩萨は現在、お釈迦さんが亡くなった後56億7000万年後にこの世に現れる、現在兜率天という天に今いる菩薩ですが、この世に化粧する、下って現れる。その時に弥勒は巨大な大きさ、身長を持って現れるということが、弥勒化粧経という経典に書いてあります。これは遠い将来、弥勒がこの世に出現する時には平和で、そして人々が豊かになって、寿命も身長もみんなこう伸び、ユートピア的な世界が現れるということが、弥勒経典に書いてありまして、弥勒下生成佛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转化成一个非常非常丰足的这样一个世界。比如说那个时候就是释迦，那个时候的弥勒佛，他的体量是释迦佛的10倍，16丈。基于这样一个观念，出现了就是大佛的这样一个崇拜。
受犍陀罗有影响的阿富汗佛教艺术一直繁荣到七世纪，其自身也成为广义犍陀罗艺术的一部分。犍陀罗美术给周边地区带来很大影响的同时，也迎来了自身的终结。在六至八世纪的巴比扬美术中，以两尊大佛及相关石窟为代表的造像放射出最后的光芒。Yeah, as I told you in the beginning that the Gandhara region is situated on a crossroad. So many commerce trade goes through that region. So beside the trade, you hav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nkag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region. Because the people has to go to India, they should cross the Gandhara region. If they want to go to th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y have to cross the Gandhara region. So that was a crossing point. And due to that importance of the region, the cultures from Gandhara spread to other, particularly the Buddhist culture or the Buddhist civilization, is spread to Central Asia, to China, and other parts. With the Buddhist invasion.他被带到了另一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度。在频繁的战乱和迁徙之中，一场空前的东西文化大碰撞，如同漫长的授粉，在不断催生新的王朝之余，也悄然孕育出崭新的文化和艺术生命。